Hello， 大家好，我是 Kimchi。 咁最近咧乒乓球活动真系一轮接住一轮，继上次港乒受邀拍摄呢个恒生乒乓球学院嘅毕业典礼之后咧，咁今日游之旺又有新嘅乒乓球活动啦。咁今日系由游之旺民政事务处举办嘅青年乒乓外交日，目的系希望一班游之旺区热爱打乒乓嘅青少年可以互相切磋。咁當中會挑選兩位成績最好嘅學生咧，就可以同港隊進行表演賽。咁我唔講個活動咁多住先，我帶大家去參觀先。Let's go！ 哈喽余专员你好。 Hello， 我想问点解会有呢个活动嘅构思呢？对你嚟讲，其实我哋系一路都好想喺社区去推广一国两制嘅。我哋喺一国两制之下，有中央嘅授权，可以以中国香港嘅名义出去参加一啲国际事务啊咁样。咁所以我好想话喺地区都用一啲比较入屋啲嘅方法嚟去推广外交呢样嘢。咁不如试下用一啲体育，即系希望以体育联系社区。咁不如结合呢两样嘢。咁所以有咗今日呢一个乒乓做主题嘅外交嘅推广嘅活动。咁啱就係我哋啱啱成立咗呢個青少年嘅乒乓球區隊，就希望凝聚到佢哋以區嚟做概念，對我哋游之旺有更加好嘅歸屬感嘅。特別高興今天參加這麼輕鬆活潑又特別有意義的一場活動。乒乓外交一直是中國外交史上的一段佳話，希望香港青年在服務國家和服務香港的同時，实现你们的人生梦想，谢谢大家。不如先恭贺我哋啱啱喺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夺得混双嘅奖牌嘅李教练、黄振廷先生同埋杜海琴小姐嘅，我哋俾啲掌声佢哋啊！我谂今日大家都系冒你哋嘅名义嚟睇你哋依家喺度点样同我哋嘅球员去切磋下教下佢哋啦。哇，好好好進攻喎！抽，仲有好多時間去成長。二，好大力啊，得，嗱，好好氣勢啊，我中意你啊！我想問你，你啱啱緊唔緊張咧？對你嚟講，我記得手緊啊，啱啱。係啊，有啲緊張，因為冇諗過咁高水平。係。真心。我覺得佢哋應該仲有更多嘅水準可以發揮嘅。我覺得佢哋太緊張啦，因為我而家仲好緊張，因為我冇曾試過同任何港隊嘅人即係有咩切磋或者練波咯，所以依家都仲好，即係好激動同埋好緊張。你係咪唔緊張啊？你？少少，少少係咪啊？你覺得出咗呢個活動，你哋感受係點先？我覺得即今日嚟到呢個油尖旺區呢個外交活動啦，其實即係可能之前對外交呢個方面都唔係真係咁瞭解，今日聽完自己都瞭解咗好多。外交呢個詞真係又好似有啲瞭解，但又其實唔瞭解，同埋包括聽啱啱佢哋。主禮嘉賓講嘢嘅時候，原來國家對我哋香港係有咁多嘅栽培啊，有一個咁好嘅資源去俾我哋向世界去宣揚我哋中國嘅故事、香港嘅故事。你哋而家變為職業，有乜嘢可以繼續 keep 住個 passion 咧？對你嚟講，最主要肯定一定要個初心啦，即係你好中意打波嘅。因為我都有問過自己，即係如果係我可能係因為被其他嘢吸引啦，即係可能係即係一啲名譽啊，或者係。現實上面嘅嘢去吸引嘅，我覺得好多時候都想放棄。但如果你真係好中意一件事，但又好好彩呢樣嘢又成為咗你嘅工作，視工作於娛樂，即係個心態會放輕鬆啲咯。有乜嘢驅使你哋會繼續打乒乓波咧？冇啊，其實我都問咗媽咪點解佢會幫我揀乒乓波咧，係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其實我媽咪報咗好多興趣班俾我，但係每次都即係一打完
嗰一日嘅波，跟住之後就會即刻問媽咪，誒幾時又打波啊？你自己都唔知㗎啦。我唔知㗎，同埋唔知應該好。咁而家會唔會打完你第二日都想打翻 man 波㗎？會啊。咁嚇啫。幾日冇打波，手痕要。係咁拗係咪啊？我想問你有咩 band 幫夢想咧？你自己？我想快啲可以代表香港出賽啦，咁就可以攞啲成績咯。即係我想打波同埋讀書咁樣。咁今日我去完呢個活動咧，我覺得呢個活動非常之好。點解呢？因為可以俾啲本區嘅一啲熱愛打乒乓波嘅一啲青少年嘅運動員咧，可以互相學習、互相切磋同埋互相交流，加深同區之間嘅波友嘅友誼啦。都希望咧多啲嘅區咧可以搞呢一種嘅活動，俾多啲熱愛打乒乓波年輕人咧可以有個平台去學習嘅。咁今日條片差唔多啦，如果中意條片，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中意打乒乓波嘅朋友。我哋下次見，拜拜。